月饼的热量很高嘛，你知道一颗月饼等于几碗白饭？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一般的月饼普遍来说大概是等于三碗白饭。三碗呢？我可能是三十碗白饭呢，不得了哎。跑步96分钟，九分钟都不行，把它切四半，我们就跟家人分食，这样就可以平均热量。可是我当我吃了那四分之以后，我就觉得很好吃。我就想，以上节目由宇晨生技冠名赞助播出。松山孙艺珍，对，就是我，松山孙艺珍，帮我 key 这五个字。中秋礼盒是一个很有趣的学问。我曾经在某一年，因为大家都要送来送去，对，然后各个制作单位也要送，就那时候你要打好自己的人际关系。后半年才有很多的通告可以上，哦，是这样的，也不是这样的吧？制作人，你有吃过吗？连蒸一场，没有。我们制作人没有吃过，你还来我们节目这么多次？爱的荣耀后，请收看《医学大联盟》。义翔认真分析，被众人嫌弃，被亏不如表演杀神。我先分析，好，你分析好了，可以，还不如表演杀神，不要分析什么。请问有氧重训后吃蛇肉有没有帮助？哇，这转高炸快，我够转快了，变变变，然后让它等上去，我掰完就转，掰完过就转，滚去你枪来刮会爆发炸。害我们版杀蛇，哭不来还不单，肯定不单，哪不还不好，肯定没有，你哭不好，你不蛇奶。以上节目由宇晨生技冠名赞助播出。像气炸锅加热去油，因为这一题的加热是重点。它如果你直接用气炸锅，比如说你把牛肉就放进，直接放进气炸锅，不是加热，不加热，然后也不按电源，对不对？就放着，对不对？你把气炸锅当盘子在用，直接进去的话，那可能这个答案就是那个。不好意思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人想把东西放进气炸锅，那当然间接的。爱的荣耀后，请收看《医学大联盟》。